项目预计加工生产重楼解毒厅60万瓶，黄金丸25万盒，黄金茶饮料30万盒，黄金胶囊20万盒，露水草胶囊50万盒。项目占地面积1130亩，建筑面积43000平方米，其中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占地面积1030亩，中药材精深加工基地占地面积100亩。加工基地包括中药材加工车间、科研中心、质检中心、储藏仓库、综合服务区等。